大家好，这里是刘小猫。这次做的话是一套爱心花瓣的桃花簪。具体方法的话，其实视频里面说的都蛮清楚了，然后有一些特别是注意的地方我会给大家讲解的，大家看视频吧。也敢照一干的我唱台我与各位共进化，花瓣的根部要剪一个小豁口出来，这样方便铜丝来固定，而花瓣不会跑掉哦。为什么花瓣会如此的不痛呢？这里就要用到了水性马克笔，先铺一层色，然后再用粉那个白色珠光粉泛红的那一种，铺上一层，在马克笔未干的时候，然后再用大红色的色粉，然后晕染一下就可以啦。然后用热风枪把多余的 UV 给吹下了，薄薄的一层封层就够啦。用绒线或丝光线将花瓣都绑在一起，然后多枝的话也是用丝光线绑在一起的，方法是差不多的，成品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后面有彩蛋哦，喜欢的话也可以找我来定制哦，价格实惠，超级好看，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兄弟之间互相诋毁形象的事儿。陈刚的死，最大的受益者的确是陈旭。陈旭牛叉。陈旭案发当天呢，在跟客户谈生意，有不在场的证据，而且人证物证都有，他怎么可以排除嫌疑？没错。可是，如果排除了王仁义的犯罪可能性，谁会在大半夜出现在那个地方？谁会出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凶手。喂，不错。哦，对，在工作的。没事，不要打扰我。您说什么事儿？什么？您回来了。咱们查这手机定位有用吗？现在这帮做贼，贴着毛就是猴，一个比一个精。谁不知道偷手机先上完机再用？哎，对，定位到了。去，瞬间打脸呀！还真有笨贼啊！教授的感觉吧，是不是？坐。
类了。哦，闺女，嗯，这是谁？蝴蝶莲，他怎么出来的？哇，这种出来一定得关大肉。是属猴的吗？这一定得关大肉。这这这这这这。哎呦，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放弃了。哎！我呦我呦我呦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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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！哎，出来了出来了，来了，走，行了行了。他是不是后面踩着他？对，后有人帮忙。一级越狱吗？哇哇！反正他也不敢下了。傻了吧？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那站着吧。这是谁啊？小乔吗？不是，小盆。四妹。四妹啊，你真是身轻如燕啊！后排人，后面还 Q 了 ，Q 了 ，Q 了 ，Q 了。真漂亮的，一位王者。哎呀，我给他抱回去，站在那别吓坏。来，爷爷抱你下去。啊。哎，完了，哎，是是弄弄这个，哎，弄开了。找他去不行，但你突然觉得再跑的时候，少了大华，心里有点空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空了，我就会帮你。空了就去填满。来吧，我们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在一起就是小朋友，在一起。电话，何老师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蘑菇屋。你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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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已经听出你是谁了啊！你怎么会一点都没有伪装？你是不是也太好认了吧？啊，非常好的吗？你是太低估我们的友情了吗？你明天想吃什么？糖油果醋。糖油果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们这里有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是煎煎排骨。煎煎排骨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也可以。那就明天见到比比，比比，比比。明天见。一点伪装都不做吗？这么坦白的吗？好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刚才洗个澡，你先洗呗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昌县洛荣镇公草村田野调查。这个寨子里的原住民大都有着些亲戚关系，姓氏基本是石姓和卢姓。寨子里有一个村小，有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。村小的相貌是住在镇上，每天赶山道来给孩子们上课。寨子里四处逛逛，还能遇到方便居民采买的大葱片和小麦粉。从寨子的安详平和氛围中，可以感觉到乡间田野中蕴藏的活力。到达第一日，匆匆游览，留下来再细细琢磨。哎呀，舒服死了！来吧，坐吧。我们三个男人的宁静的夜晚。小度，小度，在哪？我们又吓死了。会的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小度，小度，在呢？你有男朋友吗？为你精选男朋友里的歌曲。安静。我忘了，小度爱你啊。我猜你是不是想听长相女？小度，小度，小度，请关机。谢谢。那么客气干啥？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温暖呀。这首歌和你一样，来听听看吧。不要那个，小度，小度。安静。三个人被小度保持在角落，要有我华在，哪轮得到你啊，小度，小度。哎呦，这还有都没给你海星照片的事儿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哎，博哥，你看他点神无头神的，对，真的啊，一头、两头、三头、四头，不懂手的，这是标准，这不是啥新鲜。你看啊，这正常人的，他毛线刚弄过来，有他都有七头，毛线七头，你看都是那些大华的正常，一头、两头、七头，还七个半，至少七个半，博哥居然算出五头，那确实不错啊。为什么我大半夜的在这说？哇，这个还没煮哎，老师你看，哇，这个没，这个没，这个没，我的天哪，你看看，哇，谁家这孩子也是无头神？你看刚来的那个，这是什么吗？发生了什么吗？其实还好。你看，哎呀，好滑呀！好嘞，嗯。今天的主题就是想念大华。昨天我发现有很多种非主流的招。华睡着，他真的睡着了，真实的睡着。我们是这个真。